今天教大家一招我吃泡面最爱的吃法，超级香，口感很滑顺，很像在吃那种大卤面。泡面这样吃真的很高级。跟着我一起这样吃泡面，真的有够无敌好吃。今天教大家一招我吃泡面最爱的吃法。冰箱打开，有什么料加什么料，最好要洋葱，超级关键。我还加了豆皮、虾仁花枝，跟前几天买的便利商店沙拉。一开始先把面烫好，拿到旁边备用，然后大火把洋葱爆香，加入虾仁花枝，锅气出来了，加水、豆皮。这时候把泡面的调味料倒进去，青菜，接下来是重点，用一些太白粉水来勾芡。哇，太香了！完成了，赶快倒在泡面上，这样吃起来有爆炒的香味，很像在台南吃鳝鱼意面的那种感觉，超级香，口感很滑顺，很像在吃那种大卤面。泡面这样吃真的很高级。